明星餐馆引人潮，艺人料理展功夫。深爱日本文化的艺人柳汉雅开了间平价的日式料理店，新鲜的食材，顶级的料理功夫，但是价格却很平实。赶快透过镜头去品尝看看吧。风雅的日式布景，京都可爱的小餐车，店员以日语招呼着客人，整间店的感觉仿佛置身在日本。原来这是六年前艺人阿雅因为太喜欢日本当地美食，所以才把原汁原味的风格带回台湾。客人的话本身当然也会因为说艺人的名声而来啦，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吃到我们的美食的时候，才真的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道美食都是用心在去做料理的，也是有足够诚恳在于说给予每一个客人。清蒸沙姆是近期推出最具有新鲜度和特色的招牌菜，丰厚多汁的蟹肉还带有一些米酒味，剥开外壳饱满的蟹黄更是老饕的最爱。坊间的日本料理店是以两季费，但阿雅的店价格实惠，料理到地，才推出不久啊，许多人已经成为他的忠实粉丝。蟹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感觉很像没有调味就吃到它的原汁原味这样子，推荐大家来吃这便宜好吃的沙姆，赞。另外花见综合卷一直是店内主打的美食，包覆三种完全不同口感的食材，吃起来非常的清爽，而且 cheese 搭配上了芦笋和苹果条，味道互相综合，酸甜的口感是许多来店的熟客指名的料理。我觉得这道菜吃完之后那个口齿留香，那个 cheese 的香味都还会在，这道菜真的赞，好吃。想要知道在台北市还有哪些明星开的餐厅吗？